以前可能不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，我以前可能常常需要狂蛇催片，在蓝色巨人里我成长了很多，我看到好多人用心制作动画，看到好多人对 YouTuber 这个梦想不离不弃。如果我最后再一次开始拍影片，我会回头谢谢狂蛇空了一个蓝色巨人的位置给我。狂蛇生日快乐，超级团长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狂蛇，狂蛇祝你生日快乐，祝狂蛇生日快乐，狂蛇生日快乐，团长生日快乐。在加入团之前，我都自己一个人画画，自己一个人玩。在加入团之后，我发影片，团长都会看，会给我一些建议。玩游戏时，我都不是一个人，是跟他的朋友或者是里面的团员一起玩。我这边想要祝团长狂蛇生日快乐。也不错嘛，有空的话再来看我一下。团长生日快乐。好啦，很感谢那些帮我庆生的一些其他朋友还有这些成员，虽然都是我叫他们录，不是他们主办就是了，可是他们肯说有我也很愿意，我也觉得很棒。对，然后我生日就是台风啦，超爽啦。